大家好，2022年即将结束，今天回顾一场入选平台商业赛事十大逆转好戏的比赛，由广东名将郭贤杰对阵国家队退役的江苏名将蔡伟。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跌宕起伏的过程，你能猜到结果吗？一起来看看吧。10-6，蔡伟领先四个赛点。郭贤杰挽回一个赛点，蔡伟10-7领先。郭贤杰再追一分，但还是8-10落后。比分来到10-9，蔡伟第四个赛点。郭贤杰把比分追到10-10。一个发抢从6-10落后挽救四个赛点再到领先，郭贤杰举点11-10领先。郭贤杰这局挽救四个赛点逆转取胜，从而进入了决胜局。最终郭贤杰2-1逆转了蔡伟，赢得了比赛，为郭贤杰逆转好戏点赞，也为他的谦虚鼓掌。下期再见，请点赞关注评论哦。